情的时刻，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帮你们拍照。我觉得你们比其他的情侣有了更多不一样的 experience， 一个经验，对不对？加油加油！你看旁边的情侣只会在那边拍拍手啊，对不对？拍拍手在那边抱啊，人家都敢进来，你都不进来。你在抱，你在抱，没有 iPhone 拿，他们抱有 iPhone 拿。下去有没有？每年女朋友都要情人节礼物跟生日礼物，得了一只 iPhone， 哇，十年都不用送了。哦，男女朋友。好，我们现在是26分钟了，我们40分的时候要进入第二阶段，加油加油，再撑一下，有点难，但是你知道哦，因为大家其实都累了。